他是世界计算机领域的极顶尖科学家，是唯一获得图灵奖的华人学者。他不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，还有两国五院士的殊荣。明明在美国已经是功名成就了，只留下一句我要回中国了，永远的，就毅然放弃了千万年薪、豪华别墅，还有美国国籍，回到祖国扎根清华培养人才。他就是姚期智，就像是一面旗帜一样，不仅是自己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波科学家的归国热。他们回国的理由也非常的简单，姚期智都回来了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？姚期智是怎么样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？回国之后他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？本期点人物带您一起认识这一位世界计算机的顶尖大牛，爱国科学家姚期智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众所周知啊，美国在打压中国这件事情上一直是不遗余力的，特别是在科研领域。但是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美国啊在很多领域上都遥遥领先，而中国只是在起步阶段，顶尖人才就成为了大国博弈的关键。很多爱国科学家都选择了赴美留学，留在了美国发展，成为了科研顶尖人物之后，再将先进的科研成果带回祖国。计算机界的顶尖科学家姚期智就是其中之一。听到姚期智的名字，相信很多人还是会感到陌生。如果你知道他在清华做出的贡献，就会对他肃然起敬的。说到中国顶尖高校清华大学，都会想到两个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牛班，一个叫姚班，而另一个叫做智班。姚班的毕业生们到底有多牛呢？他们开发了人脸识别技术，识别率远超美国的 Facebook。 不仅如此，还开发了天眼系统，为我国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从姚班出来的学霸都能做出这样突出的贡献，很多人都会好奇，能够将这些天之骄子培养成才的老师到底是何方神圣啊。清华的这两个超级学霸班都有同一个幕后推手，那就是爱国科学家姚期智。1966年姚期智出生在上海，当时的上海和如今不同，他从小呢就跟着父母颠沛流离，后来一家人呢来到了台湾定居。在姚期智出生之前，中国的一位物理学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家享誉世界，这个人呢就是杨振宁。姚期智从小就表现出超高的智商，在得知杨振宁的成就之后，更是将他视为了偶像，努力读书呢，想要跟偶像并肩，这让原本就聪明的姚期智更有读书的动力了，而且更加刻苦，学霸的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。课外时候，姚期智总是兴致勃勃地学一些物理相关的知识。在那个年代啊，电脑刚刚兴起，第一次接触到电脑的姚期智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而且展现出的天赋让老师和同学们感到了震惊，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受到偶像杨振宁的影响，姚期智在选大学专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物理专业。在台湾大学读完了本科之后，求知若渴的姚期智又前往了美国继续深造，而且考上了顶尖高校哈佛大学。天赋异禀的姚期智在哈佛学习物理期间，幸运地遇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格拉肖，而且刚好是他的导师，本来就是智商超群，又有名师指导，姚期智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位。你可能会不理解，姚期智在物理学上都学到了博士，怎么又跑去研究计算机？那不是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吗？事实上，当姚期智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，发觉自己在计算机上更有天赋，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，决心投身到计算机领域当中。跨专业对很多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对于超级学霸姚期智来说确实很容易。他转身就到了伊利诺大学攻读了计算机博士学位。1976年拥有双博士学位的姚期智，因为表现突出，一毕业就进入到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担任助教，仅用了10年时间就成为了教授。如果不是姚期智及时转学计算机，可能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获得图灵奖的华人，中国的计算机发展也没有办法站在金字塔的顶尖。1993年，姚期智提出了量子通信复杂性原理，可以说量子计算机领域的开山祖师。姚期智在计算机领域如鱼得水，很快就站稳了脚跟，而且声望也随着水涨船高。1998年，姚期智就因为在计算机方面的突出贡献，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获得了图灵奖，成为了享誉世界的计算机科学家。
随着姚期智在计算机领域的不断突破，财富容易纷至沓来，很多人啊都被功成名就给冲昏了头脑。但是呢，越站在顶峰，姚期智就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他热爱科研，但也更热爱自己的祖国，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了他新的人生目标。只是姚期智还缺少一个机会，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的报效祖国的机会。姚期智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回国的机会竟然是偶像杨振宁给的。在杨振宁的推荐之下，姚期智收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的邀请，终于有了一个回国的理由。在2004年的时候，57岁的姚期智作为教授，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上了最后一堂课。在课程的最后，他停下手中的笔，面带微笑地告诉他的学生，这是我的最后一堂课，我要回家了，永远的，我的家在中国。那一刻，姚期智内心无比的自豪，自己出生在上海，生在台湾，又在美国生活多年，如今这个游子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。同年，姚期智来到了清华，创建了姚班，他要为祖国培养计算机的顶尖人才，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。没错，是外籍的。当时的姚期智啊，还是美国国籍。为了回国，姚期智放弃了豪华别墅，放弃了千万高薪，放弃了世界顶尖大学教授的荣誉，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。在2016年的时候，姚期智放弃了跟美国的最后一点牵扯，就是自己的美国国籍。71岁的姚期智终于彻彻底底地回到了中国。对于放弃的那些优渥生活，姚期智毫不在意，他只说了一句，中国是我的祖国，我有很深的感情，希望能为祖国尽一点绵薄之力。姚期智的回国对于学术界的影响重大，作为世界计算机领域的大牛，姚期智的影响力要比你想象的更多。那看到他回国效力，很多在国外发展的爱国科学家也纷纷行动起来，他们的理由更简单了，姚期智都回来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回国啊？物理顶尖科学家段路明留美15年，放弃了美国名牌大学终身教授，毅然回国，致力于国内人才的培养。生命科学领域三剑客帅克、林安宁、鲍慧明三人辞去美国的终身教授抱团回国，很多科研领域的精英都纷纷放弃自己在国外的优厚待遇，在姚期智的影响之下回到了祖国，为祖国的科研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中国科研人才的培养当中。因为这些科学家深知，只有祖国在科研领域更加强大，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，他们以自己独有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全权爱国心。姚期智就像是一面旗帜一样，用自己的言行点燃这些科学家的爱国心。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的回国效力，我国的科研发展才会蒸蒸日上。从痛心疾首的人才流失，到如今不断吸引国外的科学家到中国来发展，坚信祖国的未来会更加繁荣昌盛。姚期智的爱国是毋庸置疑的，不过姚班、智班很多顶尖人才毕业之后选择留美发展，很多人都质疑姚期智是在为美国培养人才。你觉得姚期智是爱国科学家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关注解人物，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故事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期待下期与您再会。